东浦咱们呢不得过干哪下，而且呢十二月五日六晚呢，马达做五组，而且呢我呢阿拉个姑奴把拉扎呢乌多里，马提古鲁把莫鲁布鲁当那提古鲁马拉乌里尼，而且呢东浦一呢木扎扎扎，新乡长们开始，大家呢阿派扎不得过咱们呢干哪下一时，马里达高鲁我呢当那观光。爹爸阿伯在一起，马里特格鲁说找乌乌龙当那蒙干米色，怎么走了给他新蒙一起。马拉布多瓜扎努姆出米里一年，东浦当那温泉季爹做巴拿奈，格早话早马达做乌乌，乌那乌多里做做鲁马马能，乌那把早也是巴拉扎尼，马该做干尼也是马奇奇一年。该西是温泉区一时，嗲马蒂古鲁马鲁姆斯当那蒂古鲁，嗲马拉乌里尼，达古斯鲁木扎那东浦，嗲罗伯夫那东浦村怎么走了？什么滚当那咋拜？那我们今年啊，除了有穿浴袍、拿火把来采街之外，那么还会有用原住民的传统舞蹈来去绕街，让整个东浦小镇能够呈现一个热闹非凡。东浦当那温泉季一时，大部分人一年木是大部分不多过啊。而且那些打折了，就走路一度木路。第二把干的阿伯在温泉季一时买得个路，改一年当那打折了。第二把阿伯在一时买不来，改一年当那找乌龙蒙噶。可以推广我们当地的特色观光及文化，让台湾人知道，在南投里面就有一个民族叫布农族。这里就是东浦温泉。悉尼乡长钱志坚马开始，阿拉奈马悉尼马达拉巴诺泽尼卡杜鲁瓦努，而且呢悉尼乡第二马祖文武乌纳马开始啊，马达祖乌祖文武，马里卡里早阿拉比比尼尼木扎扎扎，第二阿拜扎伊西马里达卡鲁吉姆吉姆鲁当那观光米塞，巴尼托马杜杜鲁咖喱。